麦康合剂是一种中药合剂，具有清理血液、排出血液中重金属物质的功效，是一种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血铅的准字号国药。麦康合剂中含有大量的还原型谷胱甘肽、木耳多糖、黑木耳素，可以络合重金属铅离子，所以麦康合剂能清血铅。其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酶作用能结合氧自由基，使之变成对人体无害的物质排出体外。黑木耳素不仅可以清血、吸血因子，还能延长凝血酶原时间及抑制血小板聚集，临床上用于改善高脂血症、血粘稠状态、抗血栓形成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麦康合剂中含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， 可以通过提供电子使氧自由基获得电子，形成稳定结构而失去毒性，排出体外。因此，麦康合剂对人体健康以及预防一些重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。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困扰我们的不利因素，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。空气中存在的微小颗粒，有生物颗粒，有矿物质，有各种复合物等。这些微小颗粒通过口腔呼吸进入体内。经过呼吸道，进入下呼吸道，通过支气管，最终到达肺泡。粒径小于0.5微米的重金属矿物质会进入到血管内。破坏氧自由基反应和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平衡。重金属还会破坏还原酶，引起氧自由基不断增多，导致人体免疫力低下，诱发炎症反应。麦康合剂中含有大量的还原型谷胱甘肽、木耳多糖、黑木耳素。谷胱甘肽可以络合重金属铅离子，形成稳定结构。木耳多糖也可以网络血铅等重金属离子，形成稳定结构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。临床上用于吸血防血栓的形成。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。麦康合剂内含有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， 维生素提供相应电子，不稳定的氧自由基结合电子，形成稳定的结构，因此失去毒性物质排出体外。麦康合剂在雾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，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好的改善预防作用。